发财，这头肥猪在干嘛？啊？你怎么还在这？几点了？给我准备吃的去。天天好吃懒做的，就知道跟你的塑料姐妹花聊天。你这种懒女人，在古代是要进猪圈的。你只要一坐下来，他就臭不要脸的耍赖，你只能不停的撸他，不能停。母老虎，你太懒了，和你的塑料姐妹花一样。帮我躲挠挠，这样最舒服了。怎么又停了？那你做饭去。吵死了！干什么啊，小刘姐？你东西吃吧你。妈妈吃剩下的薯条和披萨，耶呀！小六家薯条，比金拱门的好吃。发财，来再吃一根薯条。小六家吃一根薯条。也比肯德基的好吃。发财，呀呀呀呀呀，薯条！哎呦，小刘家坐在这里，怎么样啊？味道怎么样啊？噔，披萨！哎呀呀呀呀，小刘家咬！哎呀，发财了！哎呦，发财了，那纸不干多啦？那是市里的。呦呦，老头急死了，就怕发财。呦，小刘家，你怎么吃蟾蜍水也吃出来了啦？啊，太大了，你给人家。你发财还不太爱吃了，好像。发财不要吃的可，哎，比吃比吐。他只吃上面这一。哎，他只吃上面东西，不吃皮的。我喜欢软软的食物。他要自己吃。今天的晚饭就吃这个好吗？别吃了，可以再来一点。我们就不吃了好吗？你抠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眼窝子瞪这么大干什么啦？这家餐厅在哪里？我要给他个五星好评。下次带我一起去，我要点杯饮料。牛排也可以点一份。来，再咬一口。哎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咬这么大一口啊！哎，好，皮就给六家吃了，发财，你也不要吃皮。好嘞，吃完嘞，吃饱后的发财开始犯困，看看他豪迈的大爷睡姿。别吵我，做美梦呢。